能相应呢？所以念佛重要的是心上有佛，心是佛心，念是佛念，行是佛之行。佛的行为是什么？是善呐。所以我们看到画的佛像，我们这里画的佛像很多。佛像圆光上有三个字，嗡阿吽，这三个字就是十善业道。嗡是身，阿是语，吽是意，身语意三业清净啊。这三个字是表这个意思。三业清净就是圆满的佛了。无量寿经里面，他续证。